欢迎您回到比赛的现场，来看到九局上半，拉米狗再次做出投手更换，换上了洪胜清。在定股的时候，就是打击练习的时候，我还是频频挥出去场外啊。嗯，还是调整的不错啊。来看到这一球，打击继续轮到的是林书义，目前是没有好球，一个坏球。好，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考验游击手的手背。洪建廷接到球之后，快传一垒。球队里面的一个凝聚力啊，在二军这边啊，其实我觉得，好，来看到这一球啊，打理不错，最后在左外野方向，嗯，出去了，就是在外野真的可以做的人是非常，目前是没有好球，一个坏球，打击的是苏伟达，这洪胜清呢是在8月9号的时候被下放到二军了，当时跟着林毅。在下面跟球队一起练、然后这个时候洪胜清